妈，哎，妈，哎，有戏了，爸爸，好儿子，妈妈，爸爸，好儿子，妈妈，你有完没完来回折腾啊？照完我照他，怎么了？不行吗？你照我妈可以，你别照他爸。为啥呀？我这个妈和你那个爸不是一套。来来来，去，去去去去。我是不是继续努力叫？继续叫啊！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孩子，啥事啊？叫妈，快说。不是，哎呀，你跟着起啥哄啊？啊，人家没叫你，叫那个妈呢。哎呦，他金姨。你啥时候来的呀，姐姐？哎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哟，亲家你也来了？咋就来了？我说老范呐，你说家里来客人了，咋不早点把我叫出来呢？把你叫上来能解决啥问题呀？啊，还解决问题？你过来，我跟你说，什么事儿？那个妈妈，你坐这儿。哦，是吧？哦，这回事儿、啊。就是我管他叫嫂子，完了叫哥，他不干了。啊，然后那个刚子管他叫妈，他同意了啊，但是他不承认刚子他爸是他爸。那能承认吗？我听明白了，你们这三个老爷们是挖个坑让这女同志往里跳啊。